那我们来挑战一下，一天做1000块钱的男人，猛起！来，阿星这个多重？一个月20000，真的累啊！21000就没有休息日，一天都不休息。牛掰！手扛着会累吗？累。那什么支撑的你？什么支撑的？不是力量，家庭的困难多。家里的困难。没办法，我们为了生存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里赚钱。大家好，欢迎来到搏击相对论，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关注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。今天咱们继续看肌肉猛男大挑战系列，不知道大家的月薪是多少？如果一天让你赚700到1000元，一个月能赚20000多，并且不费脑子，纯靠体力的话，你愿意吗？就算你愿意的话，你的身体能不能受得了？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华哥挑战泰山上的挑山工，来体验一下挑山工一天赚700元是什么样的感受。爬泰山的华哥遇到了扛水上山的师傅，得知师傅要把水扛到泰山中间，华哥询问这4包水有多重。这里多少？50斤有吧？这一边120斤，这样扛上多少钱？哎呦，这上面的掏下来也厉害。1比1的稳定，今天6趟，今天6趟，那不就差不多能挣个700多块钱？700块钱走6趟，走一次的话大约需要1个半小时，一般人可干不了这种活，但是华哥却不信邪，表示自己能干得了。于是华哥和阿星立刻开始挑战，挑战一下一天做1000块钱的男人，猛起！来。师傅说这4包矿泉水有120斤重，但是我算了一下，1包24瓶，有4包为96斤，也有可能我算的不对。上去一趟1个半小时120元，华哥计划一天跑7次，好大的口气。我们来看一下第一轮，华哥先上，华哥背着这4包矿泉水开始上路了，负重100斤，这可不是闹着玩的。看看像华哥这样子走呀，上海街腿都在颤抖，这是很累的。阿星询问华哥状态怎么样，华哥行不行啊？没问题。那今天我们接力哦。这个就感觉脖子累。看着常年累月的挑山工，华哥感叹1个月20000是真的累，并且他们还没有休息日。华哥累了就停下来歇息，但是老师傅表示他们累了还得往上爬，也不能歇着。华哥只扛了师傅一半的路程就受不了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们还有专业的扛楼战神阿星呢。老师傅一看阿星这架势，就知道阿星是专业的。路上又遇到了一位挑垃圾的环卫工人，华哥好奇的询问：“这一袋多少钱嘞？”“没钱，哦，那属于物业的对吧？”“哦。”转眼间，阿星已经落了华哥很远很远。扛楼战神果然名不虚传，只要跟楼梯相关的，阿星都能轻松拿捏。这份钱，即使你有心，但是无力，你想赚都赚不了。华哥是深有感触。你别说挑了，就大半个桥子，来走。现在换李想来接力了。你小瞧我了吧？李想扛上来以后，发自肺腑的表示：“一天挣2000，我觉得都不多。一天1000，挑山工们都得谢谢你了。”老大哥搬一年了，全年无休。太棒了，太厉害了。你基本上一个月一天都不休息？基本上没事不休息。其实对于这个全年无休我是有意义的，这个咱们到最后再讲。扛楼的阿星表示扛楼和扛水还是有区别的。三人已经轮完了第一轮了，现在来第二轮的第二个人。还是阿星猛。三个人轮流扛，还没到目的地，所以说这120块到底好不好赚呢？阿星询问老师傅还招人吗？要过来上班。老师傅表示来就行，天天都有活，马上就要到达目的地了。为什么说扛水不能放呢？我们来听一下。想放都不能放了哦。你明白，他湿度不平，对，不能放，体检你不好起。对，对，你我明白。他是专业扛楼的，肯定明白啊。又看见一位大哥用扁担挑着100斤的饮料上山，李想也想体验一下，看看挑扁担容易还是用肩膀扛水容易。挑山工师傅的背部磨的全是老茧，我们来看一下华哥和这位老师傅的对话。今天第几个来回？7个。太阳下山就差不多了，几点出来了？1000块钱，5点半。哎，吃饭呢？老板说。手扛着会累吗？累。那什么支撑的？什么支撑的？不是力量，家庭的困难多。家里的困难。没办法，我们为了生存，为了生活，为了家里赚钱，这没办法。媳妇呢？媳妇工作？媳妇工作2000，就是不到2000块钱，1个小时。男孩？女孩？女孩这么拼？女
准备先沟通一下哈。我现在有房贷。房贷，还有小孩的学费。对，还有老的。这位师傅就是家里的顶梁柱，上有老，下有小，就靠他每天在泰山之间来回的穿梭，撑起了他的小家。这位大哥说家庭有困难，网友表示一个月21000，家庭还困难，不是很懂，谁给我解释一下？现在我就说一下之前华哥说的，他们全年无休。凭我的了解，泰山的挑山工多说着应该就是干多半年的时间。因为天一冷，爬山的就少了，再加上冬天里下雪，根本就没法走。所以说时间的话，我个人认为多说着也就大半年的时间，也有可能是错的。再加上他们常年累月超负荷的体力劳动，年龄再大点的话，身体就会出现各种不适应，腰椎、脊椎、肌肉损伤等等。还有网友说，干的最苦的事儿，赚最干净的钱。之前看过太多太多这种留言，其实我个人对这句话是非常反感的。我认为这是剧毒无比的鸡汤。身上若无千斤担，谁愿拿命赌明天？看着这些老挑山工师傅们，一天收入接近1000元，就算一天给你2000，你能干得了吗？华哥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。阿星这么扛打都不适应，对此你有什么看法？可以在下方留言讨论。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一下订阅关注，第一时间获取最新的精彩资讯。下期节目更精彩，谢谢大家。